小心房间，房间。小心哦，会被撞哦。房间，房间。撞要撞要撞。来了。炸他，炸他，炸他。瞬移的比较适合，可是防守方瞬移小美很分。瞬移小美，哎、欸，因为瞬移的小美，好、啊、死了死了。他们都聚集在远远的在那边想要踢。好、哦，谢谢谢谢。好远呢、啊。我炮塔换位置。怎么那么远呢、啊？哦，是吧，是吧，是吧，我学朵朵差点死了。天哪！龙龙，他还要回了啊！最后还是被龙弄掉了，结果了。正义从天而降，击溃！看他从后面来。啊！哇、哦！后面后面。多多小心哦！那所有的子弹都打我！前面前面，他们进来了，他们进来了，他们进来了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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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别让我失望哦！没有人能逃开我的手，还剩六十秒，还有六十。爬不上去，要来了，要来了，要来了！哎哎哎哎哎！他那个黄黄的兵，加加的。哎，我被撞走了。还剩三十秒。啊，死了！那后面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结束了。守住敌人。我直接开大哦，那。对啊。我强化了，妥妥的。哎，法拉来喽！哎，龙龙龙龙龙龙！英雄永不消逝。啊，我死了！回来了，起来了吧？没起来吗？又是龙。那赢了，那赢了。五百零死亡哎、欸！突然一个声音，哇！精彩重播，朵朵你要自卑，自卑，你们偷捏人家屁屁啊？还没有嘞，有人打你看，有人。这杀人了吗？杀人啊！哎，杀完人又复活人，这 MVP 一拐拐的哦。精彩重播，乖乖的、哦嗯。对面那个吸收伤害也没有我高啊！啊，才杀六个。耶 ，No No Casino， 谢谢订阅三个月。三个金牌，一个银牌。我有杀了五个人呢，我真的呢。伤害量金牌。哎、欸，哦。嗯战利品，嗯，好、啊，可以，刚刚没有精彩的回复，可以看一下。靠，这什么啊？半藏的造型哎，胡狼哎，可是我没有玩、啊。我要看我的闪光精彩回顾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小美的喷漆，巴比特。这个也是，这是哪一关？我都忘记了。这个就是我们好像没有在什么平台上面，然后被送出去那一个吧。我好像很少玩这张地图哎、欸。是，他是不是上次有个躲草丛的机枪射不到那一关啊？是吗？啊、哦，对对对，是看那个街道就知道，就是那个，就是很多堤坝在那边送的那个。假宣传真黑人是什么东西？
人人都是斗士。李凯基。嗯，你在看什么？凡人的东西。哎、欸，我刚刚的配音好像是那个哎、欸，那是同好啊。那个宣传片里面的。你在看什么、啊？那个热闹。嗨，菜渣。哎、欸，这个行李箱可以射飞、欸。哎、欸，夺命小喵又来了！菜渣，你是有好友、啊。行李箱可以射飞、欸。没有吧？可以啊，这很多东西都可以玩了。上去，我把行李箱运上去。哎呀，掉下！难得有机会。这个垃圾桶盖太好笑了。大概也就一下吧。你这是该走了。好了，九秒，冲了。那急走喽。玩垃圾桶。哎、欸，你们嘞？在前面啊。在门口啊。哇靠！这个太隐了，把这个躲在里面丢炸弹。我出去就踩到陷阱。我、啊、一出去就一直被打。他死。那个有望。啊看到他了。嗯。哦。我靠。哦 ，I did it。啊。系统在上面哦，死神在上面。英雄永不消逝。那个远距离太远距离了，要炸弹快。他们也太多这个了吧？死神在对面房间里面，可以在这个里面，可以在这个里面。哪里？这边还有一只，隔壁还有一只。哇，中了！值。这个距离太左还太下了。哇！系统启动。哇！炸弹来啦！啊！那！炸弹来啦！哎，来啦！哇！啊靠！为什么可以一直炸弹来了？有几个啊？两个。太酷了！刚好出一集，我想说已经没了。正义从。什么炸弹？这个炸弹是什么？哎！我靠！拉到空中的。正义从天而降。鱼缸后面。我打都推不过去了。这个游览车的后面，蓝露珠在里面。战斗服启动。阿金，走了。可以不要再提。好过分。没有人能逃出我的双眼。有音乐。因为是我、啊。受攻击，嗨起来了吗？半张在房间里面哦，班长啊！你哪人在后面？我来！我靠！我的妈！慢点喽，快冲进来哦！系统启动。旁边那个丢飞镖的太强。发现机。好，我把死神带走啊。哦，什么东西啊？就站完 A 点，站 B 点。哇！被拦住了，抓到了！靠！射他！多谢相助！炸弹来啦！还剩60秒。
太肥了。哎、欸，后面有炸弹人。这个地点是我的。哎！那、啊、来不及开。哇、哦，血的。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靠！龙龙，你怎么那么痛啊？原来是技能，那五连杀啦！剩十秒，时间不够了，快进攻！炸弹！冲进去，冲进去 ！No， 胖子！啊！爆炸啦！胖子，拜！我去帮信先看一下好了，我这场先离开一下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！精彩重播。啊！他、欸、实在太胖了。嗯。他拉屁哟、哦！你看呐、啊。就这样。我在这边也死了超经典。他超胖。哎、欸，小猫碰他好多次、啊，谢谢你们的赞美。不知道谁的好友，好像跟菜渣，嗯，好的吗？你那边的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感觉是哎、欸，跟你们才会遇到。晕打嘟嘟好棒，不知道哎、欸，感官，他谁？第一届麦快接住大家，他在讲什么？要讲什么？卡住！做好防御准备。有人要玩拦路猪吗？我们防守。我们看。会玩拦路猪。我玩光靠。Lobby，Lobby， 点十三个月，三个月。哦Star King Slim Mission， 谢订阅。他们到底在讲什么？姐们，天哪！我是破坏大魔神。他们有在看台啊？他们有在看台，那我们在哪里？他们就都知道了。对啊，不准看。你看你给我关掉啊！关掉！他们都可以回答。攻击方将于30秒后开始行动。看什么看？钻出去了。有什么办法上二楼啊？有这吗？不是啊。啊，我这里想起来了。哈，知道自己。五、四、哦，血竟然有600。二，又知道自己。哦，对，他只有血，没有防。防守目标 A， 我会整顿失序的混乱。都拦路猪吗？对。嗯、不都应该放这边才对。哪边？阿锦，你要躲那边哦。不是不是，我在想炮台要放哪里。哦。哦哦。这边 A 零八零零。哇哦！我被后面的人杀了。上面上面二楼。死他对面，死他对面，死他对面。啊 ！No！ 我在看零八零零五零五零线。有人从右侧的房子来了，右侧的房子。哦。准备有杀，准备有杀。看来还是要玩一下。有人上二楼，那锦你小心啊！有人上二楼。好。七六，那是七六，打不死。谁？七六。哇哇！遇到鬼哦！呜呜呜呜！哇，一级。哎、欸，他在跑哎、欸。目标锁定。我去捡古包，捡古包啦！我的。这首歌了。排掉包，后面后面，我躲你旁边哦。小房间里面有人哦，这间里面。
打人这么痛？你那把，不是散弹吗？左是近战，对啊，右边是是要多近啊？近，哇，啊，我太大了。右键就是在中，你有练过闪光哎、欸？好，我人在轰炸那个炮。正义啊！他剩七十滴血，哦，他杀掉了。来，正义啊！就是、哦。不要上！哦，我的炮台爆了。要不要上来丢？哦，谁？操！他谁敢开大？吓死我！来了，来了！来控制。走你！我是没控。他们在占领。那。感谢你，哎，闪光来了。闪现来了！传送器运作正常，我打开的都是。我以为多多玩传送器哦。然后想说，哦，好了，我可以用传送器。不用。哦，啊，痛！太猛了吧，打不死。闪光三星。那个就是要勾过来杀人，那你不能想这样射人。不能用想，不能想，要用射的射死。你要拨过来再射。你白美谁？哇哦，恭喜！哇塞！白美，谢谢诺诺，开心我一下，都没错。这是我的地盘。白美，他们在站点啊！看到他们了。嘿，去赶走他们吧！真的怪，传送器被摧毁。啊，传送器我一跳出去就消失，然后就扑空，太丢脸了吧！我一跳进来就被炸了。他们在站点，他们在站点。难玩了，换一只好了。好，我把死人杀了。哦、好哪知道什么叫死神？那边有个发呆。炸弹来啦！炸弹来啦！啊！小心啊！耶！他爆了，他爆了！没有炮台车爆了。挡住他们！哦 no！ 后面！是要捡包包。那上街龙，上街龙！任务开始。别想，他来不及。冲星星，常在。那这个超级星剩一点点。啊，没杀死。啊！怎么是你？他们在上面啊、哦。本根基都在上面啊。快扫荡据点，阻止他们！目标已被敌人占领，阻止目标前进。弄到他，这样子很难打。我的队友在哪里？钢铁包来了！哇，我找不到我的队友。别闹心，看身上为什么踢。小朋友小心！小朋友一回。啊！打不准。哦，还是杀了他。猴子有猴子，
金星还是猴子 ？Monkey， 戴帽子的 Monkey。因为星星会拥抱，那也不错啊，蛮感人的。